我觉得这边跟台指员拍那个影片非常不错，然后会觉得有点尴尬，因为先生整理。昨天拍的很愉快，因为昨天邀请台指员担任我们的宣导师，所以昨天就是我们要片的拍拍以后，那他是一个戏中戏的导演，那台哥在临场反应还有他的综艺感都非常专业，而且非常到位，所以整个过程非常愉快。所以届时整个影片出来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欣赏。市长是不是自己想要多宣导不能抽烟的地方？因为老柯在立院抽烟，感觉像是一个习惯，而且被民众看到很不太好。卫生局有收到相关的检举，也已经发函，就是依照规定要求被检举在七天内要做说明。那我们就是一程序一规定来办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受访，好，不受访。还有，所以会先问住，问住会。我们尊重议会，哦，他们有专家来讲，我们是希望尽快的还原事实，理清真相。